这一次就没有了，上面比较简单了。讲过了。越想越不安了。哎。这里是台湾啊，中华民国很民主的国家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，大家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很清楚啊。这左边客梯往上。拍照可以拍，或者不可以拍？拍照拍。拍。来，上来。好，一起。上来，小心哦。过去，讲。又不是政治犯，也不是总统。正常是讲正常。请提高警钟，警徽关门。天台管稳中。五号正气标志正，五号正，嘿，宝盖红。这是年月日。69024。电话。1935。36。电梯开门中，电梯开门，天台往左，电梯上楼，电梯进来。哎，护士，你是要出去？小姐，你是要出去？没有，没有。是的。电梯关门，天台往左。哎，那个照片呢？删掉啊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拍照？不用删啊。为什么要删？台湾有人权啊，为什么要删？我来照顾我爸爸，我被三名警员陪同啊，我不晓得怎么回事。不用删啊，台湾有人权啊。台湾有人权啊，台湾非常有人权。蒋先生，台湾很有人权。中华民国是非常有人权的国家，非常好。大家都很爱台湾，不会爱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对，对。那你为什么拍我的照？我没有。不会啊，院方都有。院方都有监视器啊，很有人权啊。你朋友有支持你，很有人权。他们也很有人权啊，要跟他们沟通，要跟他们讲话。我们处理事情为什么呢？886吗？很多人看到了，不是只有你。蒋总统也姓蒋，你跟他亲戚，他会照你。对了，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了。台湾是很有人权的国家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他们也警务人员 ，OK， 警务人员也讲人权，他们也有人权，一样道理，一样道理。你有人权，我们都有人权，一样道理，对嘛？
这很离谱。你好，太离谱。小鸟，很开心见到你了呢。我来看我爸爸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不会，见到你们很开心。昨天一个很离谱的事件，只是问了个点滴蛋，我就被拘留。我到法院了，也寄了资料，又到警察局，又到督察室，所以跟小姐你们报告，这样大家不会有麻烦。OK， 我知道，这昨天的护理小姐到法院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到法院，谢谢啊。我去法院，我去警察局都提告，谢谢、啊。只是因为一个点滴。对，对，跟他聊天。对啊，照顾我爸爸。好，不要、啊，谢谢照顾我爸爸。对，一样。已经行动了。我先休息，先不要说话。已经行动，手机还你。好，护士长，谢谢你，工作愉快，见到你们很开心，谢谢。